多纳，谁叫你是一头牛？多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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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纳，谢了，头疼了，简直太沉了，我他妈吓死我了！我行，挺好啊。然后怎么走？Hello 啊，你好。今天话有点少啊，是吗？从进和平饭店到今天，九天，短短的九天呀，两人背后的嘴脸都显现出来了，再也回不去了。你真的认为大佐的判断是对的吗？就跟你想帮他烧人一样，没有对错，表忠心而已。我当时想吧，就算只有万分之一的概率，如果是对的，那就算没错。我这一路就在琢磨，你安排放人、跟人，然后杀人，这完全是依循大佐的指示。可是你就没想过吗？如果大佐说的是对的，老犹太那么重要的人物，除了跑，会没人营救吗？我走了。你们怎么在这儿？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老犹太呢？你们没见到他吗？往后退，全部往后退！着急接病人的，麻烦您让一下。下车，全都下车，有情况。把你犊子了，咋整啊？快找！看见有病人经过吗？从哪里经过？东出口，他会经过你们办公室。东出口不是已经锁了吗？董事长，这个门没锁。我锁了呀，我还检查过，但是没让我检查过。你什么意思？阎龙院外哨点，看他们有没有发现可疑情况。是。窦师兄，你彻底现形了。你说什么？拿下！我看谁敢动，动我也试试。行之前一定要注意好车辆的情况。是是是，谢谢啊。
的妈呀，吓死我了！这车咋回事啊？这车！哎呀，着了！啥玩意儿？孩子死了，哪着了？磨叽啥？快撩啊！来。大当家，大当家，大当家，谢谢你救我，谢谢你救我，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救我的。没事了，啊，没事了啊，别怕啊。刘金华担心把窦世霄栽成共产党这招就是个诡诈，一时得手却难成太久。陈嘉颖又何来把握随之就能从容脱壳？但老左却相信这恰恰就是陈嘉颖总攻的开始。当他通过那封电报确定集体的力量已在配合时，就知道格林斯巴的脱险效果会是爆炸式的，日下部他们将会应接不暇，所以他会以快打快，乱中取胜。什么？苏联领事馆发表公开声明？是的，布洛维奇先生刚接的电话。苏联从来也有怨不回，对犹太人及其财产有不良企图，但我们必须提防可能会来自房间内某些势力的抹黑和重伤。我们说政治现金的事儿是某方势力抹黑，已经算很克制了吧。谁是共产党？你是？从头到尾你都顶着警长的头衔混淆视听。当文编辑逃脱之后，你想把我和王大鼎错判成共党，因为那个时候我们俩合并杀夫不久，状态暧昧，所以错判也是情有可原。只是你没有想到你遇到了一个高手。陈嘉英，你颠倒黑白，你早有预谋。你利用我的忠诚把我引出去，假借我之手杀掉李左灭口。我知道你早就想置我于死地了。还有你，你竟然还配合他？告诉我为什么？情报贩子内尔纳的死疑点重重，你却匆忙结案，为什么？因为你已经发现你的同党暗暗追踪到一个足以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治现金交易。一定要我查出打阿宇电话的人，他有重大嫌疑。我们他妈已经结案了，日下大佐让结案的，结案的命令是大佐下的，虽然是虚晃一枪，但是我明白意思。谁能证明啊？石原，他知道一切。一个死人。对不起，我没有揶揄以往者的意思。苏联领事馆先声夺人，那我们美国也理应有所应对才是啊。那你们在发表公开声明之前应该跟日方先商量一下吧。抱歉，我们也是声明发表之后才知道的。关在房间里，信息总是有些滞后。美国对纳粹反犹的态度一直是严肃的，发表这样的声明，也正是美国对德意志血统及荣誉保护法的严正回应。那你们有什么必要非要在声明里头警告日本国不要效仿呢？你这样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政治现金的事情。谣言。谣言也有其真实的一面啊。苏联人暗示政治现金事件就是对他们一个恶意的抹黑诽谤，美国未予揭露应当算是不错了吧。认栽吧，好惹不惹你，惹我，偏偏我是有责任有权限进入政治现金调查的人。大佐，看清楚了吧，他一直在用南铁机要身份蒙蔽我们很久了，是吗？
警务局七级警组也一直是你的身份。什么意思？那您这是给我定性了？我希望你能完整回答所有质疑。害怕了吧？当我在你面前展现出你闻所未闻的专业时，你穷凶极恶，百般阻挠，导致我挑龙打虎还得提防着你。我一步一步揭开真相，一口一口被你撕咬，吃尽了苦头。你捏着我和王大鼎的关系，极尽渲染之能事，就想尽办法把我们俩弄死，赶快结案。当我们一次一次证明自己的属性时，你甚至不惜扮演一个报私仇的混蛋。黑子，给熊老板的人头抵你的债。窦世霄，你这是搬了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你这个和自己职业素养完全相悖的行为，让你一步一步陷入被动，你的情绪越来越焦虑，能力越来越退步，最终害了你的同伙姚红，迫不得已自曝身份。我始终认为姚红传递那个字条毫无意义，现在我明白，他这是舍居保帅，为了保护这个已经掌握了狗神密码的高级卧底，否则那个时候你就已经露出马脚了。我想清楚了，这意味着什么？共党竟然用宪兵队的车来传递讯息，那么接收讯息的人又在哪儿呢？宪兵队吗？无耻的混蛋！事情到了这种严重的地步，你还在这混淆视听？德方认为这是一场骗局，是一场以美苏两国联手炮制，以羞辱德意志为目的的惊人骗局，而日满方沦为了操守。对此，我们已向关东局提出了强烈的抗议，这可被视为性质严重的外交事件。这又何必呢？这又何必呢？算了，输了就是这个结果，必须得承受。姚红暴露，死于湘志将军的刀下，从此你不再变得高调，并且也不再对我和王大鼎死缠烂打。那是因为你知道你要接替姚红的使命，而且你也意识到只有依靠我们，你才能够破解政治陷阱的秘密。所以当那些职业或者半职业的国际间谍在发生暴动的时候，你不惜个人安危，冒死阻止了日下大佐的突击。蹲下！我离开床边，不要让他觉得你们会还击，快进去！谢谢你，没让我被那些家伙拿去挡了子弹。真是可笑啊！这谎话编的，你自己不觉得荒诞吗？所有人都知道我为什么阻止进攻，所有人都知道，那是因为你声称陆代林是杀害石原的凶手。所有人都知道那是我在胡扯，因为我要把陆代林从那些人手里给弄回来，这是我用的下三滥手段。这个卑鄙的家伙！我告诉你，我根本不知道到底是谁杀了石原，我这么做就是为了栽赃你。由此我们知道了陆代林和陈氏兄弟是在唱双簧，而你却趁机要干掉他，为什么？告诉我。枪膛是故意打开的吧？好让我不堪凌辱，一时冲动拔了你的枪，然后我就因为持枪袭警被击毙。谋杀石原的凶手是吗？这个罪名我背定了。我没想干掉他，这不是我说的，是在场宪兵描述的。他这么说一定别有用心，因为你知道杀害石原的人是谁。陈佳颖，御下大佐，用推理来拿他算是欺负他。开门，放王大鼎。回顾石原被杀现场的勘查。哎呦，哼哼，我怎么有一种凶手要呼之欲出的感觉呢？王大鼎，你们不要串通一气。闭嘴。自上次和陈氏兄弟对峙以后，他俩就再也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所以
没有串通一气的可能。不是，你这脸怎么变得这么快啊，裴秋成？我是警察，只服从真相。所以结果很明显，那个保洁员离开的时候，凶手还应该在屋里。还记得我们当时推断吗？当时情况是这样的，那个保洁员听到屋里边有声音，于是他向屋里喊话，这个时候反而屋里没有动静，于是他掏出钥匙夺门而入，却发现石原就倒在了血泊之中，所以他夺门而逃。那当时的情况很明显了，他逃跑的时候凶手还在这个屋子里。印象深刻，当时你跟我说，以你当土匪多年的经验，你确定这个杀手不是个新手，因为他很明确地知道任何人受到惊吓的第一反应是马上逃跑。从这儿到对面之间的窗户，窗台上和这儿都有积灰被擦去的痕迹，而且痕迹很新，这是凶手攀爬的，或者从这儿过去，或者从那儿过来，一定是凶手，正常人不会这么干，对吧？哎，那就有意思了。对面是403的卧室，那个假导演因为屁股挨了枪子儿，一直趴在床上没法动，直到他因为袭击窦警长而被便衣击伤，所以他不可能没见过凶手。凶手经验丰富，他经过了401、403房间。那个假导演龚自嘲，龚观察员是个重要证人。当时我们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但是遗憾的是，我们随之去找因为袭击了窦警长而被便衣击伤的龚观察员的时候，他却说不了话。子弹击伤脏器，若抢救及时，也许还有希望。但是我来的比较晚，现在说，快说，你到底在阳台上看见了什么？谁爬了你的阳台？你看见没有？杜警长，他现在已经没有意识了。在场的所有人当中，只有窦警长对龚观察员最为敬重。为什么？是因为想知道真相，还是因为对石原感情深厚？凌辱陆代玲的时候就是这么表演的。现在回想一下，关键证人龚观察员重伤不治的背后，充满了很多蹊跷。队长，他们应该是想堵住西北楼梯，趁现在还没有完全封上，赶快攻下去。是。当时暴动刚刚开始，我方留在楼里的人手不够，窦警长却把山田和野尻给支开了，自己留下。为什么？后来山田和野尻因为看到百惠被当成肉盾无法进行对抗，被迫又回到楼里头。这是窦警长完全没有想到的意外。这一幕发生了，知道些什么？别开枪！龚观察员臀部有伤，下地困难，即使落在房间里也难以构成威胁。激斗当中，你跑到他房间去干什么？别告诉我你想把他做人质。当时的状况，二人明显是在搏斗，而且是窦警长被打翻在地，被夺了枪。试问一下，龚观察员下地都很困难，怎么突然会爆发如此大的力量？关键证人龚观察员因为确定你要杀他灭口，所以拼了。你血口喷人，我为什么要杀石原？我有病啊！恭喜你又回到这个话题上，谢谢王大丁。刚才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当时离真相只有一步之遥。江阳，有一个现象很难解释，
在石原的尸体旁边有一把他自己的手铐，证明最初他是准备抓捕凶手的，后来进行了搏斗，没想到被凶手杀害。通过现场分析，我一直有一个疑问，县警方假装撤离的那个时段，窦警长还有石原受命潜藏在饭店当中，他们就像幽灵，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应该及时秘密地向外进行通报。到底发生了多么紧要的状况，让石原不惜暴露出整个监视行动，自己亲自上手？当然他不是个新手，他做事情也不会莽撞的。我们当时还推断出，石原之所以选择401房间与凶手进行交互，说明他不想对凶手之外的人暴露踪迹，而且他们也不是偶然遭遇。他是在401堵你，因为他知道你会经由401到403与龚导演进行接触，而且你也会由401返回，因为这是一条最隐藏不容易被发现的路线。所以你告诉龚观察员，县警方是假撤离。我没有，我是共产党，你搞什么小动作？我是去给他卖情报。我所以石原要抓你？不是这样的，大佐。所以你把石原给杀了，对不对？大佐，你听我解释。卖情报？我当时手里都没有什么值钱的情报，你拿什么卖？最致命的不是你卖情报，是你暴露了你是共党的身份，所以你要把石原给杀了，你要把龚观察员给灭口。只要有他在，我就能推算出你是凶手。蠢蛋，我杀了你！把他拖下去，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是，带走。咱们开门见山吧。和平饭店里发生的这一系列的糗事，需要变成一个多方团结，共同赢取胜利的故事。你俩若能口径绝对一致，我相信应该是百利而无一害。政治现金一事子虚乌有，你们代表的南京政权也就什么污点都不存在，这样的结果应该算是皆大欢喜吧。我觉得你应该和石原拿手去沟通一下。他请不要把脏水都泼向我们，围绕政治现金的所有内幕大家都心知肚明，如果我方掩盖不住的话，我想在座的各位也没那么容易都甩得干净。闭嘴！声明抗议，宣布态度，会让一些人心甘，但也会让一些人更偏向于阴谋论者的演绎，否则你们己方也不会在声明中留下活口。那么既然这样，我们就一起统一口径吧。政治现金事件就是一个我方在和平饭店排查共党的过程中间接帮助你们破解的一个谣言，我方平稳着陆，你们己方也避免尴尬。我说过很多遍了，所谓制造火灾事故，只是为了排查我们内部的潜伏者制造的一个假象，就此了结吧。我想大家在这里都有自己想要的利益，对我方穷追猛打没什么好处吧。当然我们是一起联手破解谣言的人，谁也没曾想要穷追猛打，是吧？和平饭店是和平的。回到这个房间呢，心里边怪怪的，
水，就有一种吧，不想走的冲动。这里多的是人，巴不得我们赶快消失呢。竹篮打水一场空，还把德国人拉下水。美苏双方做出报复性的行动，一大半的原因是因为对日下部差点放火烧人的愤怒。当然，这些都得盖住。他们还得向关东局解释，他们是艰苦卓越的，而结果是客观造成的。在报告会上，我这个当事人万一忍不住诉取委屈，这个谎就不好编了。谢谢你配合的那么默契。我早就跟你说过嘛，我能做到跟你心灵相通。别把自己放简单点，心中只有一念就能读懂对方，哪怕是千里之外。你的台词越来越有诗意了。请进。希望没有打扰到你们。佳颖，赤军团的决定下来了，下月21号你将正式调往印度，之前可以休假。这是两张明天早晨去朝鲜的火车票，带不带他你自己决定。司机一会儿会送你们回公寓，负责安全和明早的送站。这么着急让我走，是为了不让我和关东局说上话吧？政治是复杂者的游戏，谁又能做到彼此坦荡呢？如果没有新入前辈的电报，恐怕我永远都不会知道你还是国策会社的观察员。每季都会有秘密的电报发回日本，以供他们对我和其他机要长的评估。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时间差不多了，咱们就此别过，各接各的人。你确定他俩万无一失吗？正义之人，天地相佑。大当家，哎，老犹太都能安排好了，你们到底还有多少人？很多，而且会越来越多。正义之人，天地相融。不希望我再为机构效力，那就请这么做。
我现在的心情非常复杂，陈佳颖。我本应该欣慰，因为你证明了自己的属性，但不幸的是，你同时也证明了权力在傲慢和恐惧下的荒诞。明天早晨你们坐上火车，就永远不会回来了。抱歉，你们会在一场事故中丧生。我先进公寓检查一下，确定安全后我再叫你们上来。谢谢。你先说。这回是真的要分手了，我知道。分手的，很放心。是吗？你说呢？我想，我跟黑瞎子两个兄弟不会让你失望。毕竟你说过，你会永远的把我留在视线。感觉有千言万语，却又觉得没什么可再嘱咐的了。这种感觉真的很奇怪。按理说大结局的时候，应该多说一点。走的时候。什么？走的时候，脚步放慢一点，让我能一步一步的走。分手是注定的，我知道。而那一刻，我还是想能看一眼。你记住，我不是陈佳怡，我是替代那个恶魔的，我叫南门英。如果你想记住我，就记住这个名字，记住我对姚红、对唐林、对黑瞎子林那些兄弟们的牺牲有多悲痛。你还必须记住，尽管我一次又一次地骗过了日满方，可我从来没有骄傲，哪怕是这一次的颠倒乾坤、大翻盘，因为是无奈，因为我们太弱小了，迫不得已，用尽技巧。我向往的中国是强大的，充满阳光的。那个时候，人们不再担心生存，不再撒谎，可以相互信任的面对对方，放心爱，摔真火，智商是用来发明创造美好生活的。小板，你下来。你不希望有一个这样的日本国吗？和世界平和的相处，互利互惠，不是靠征战强获自以为的尊重。人们可以安居乐业，相爱的人不再分离。你是共产党，你记住，我叫南门英。我估计他醒来的时候会好好
好好思考你刚才说的话。走吧。好，我知道，脚步慢一点。将军，告诉我情况，我需要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美方公开发表声明，那也全都是无奈之举。政治现金的谣言，其实南京方面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谁知道竟会有这么大的反应？都是谣言的时间相关者，南京方面搞公开表态，我们就必须发声，否则好像是相关者心虚，倒让人觉得谣言是真的了。哦，你们资本主义阵营都说话了，苏联若不出声，恐怕有些人就要趁机做文章了吧？哼，我不认为资本主义对苏联的机会，我们听多了，根本无所谓你的解释。哦，是这样啊。听起来像政治现金的事，跟谎言一样啊。他当然就是谎言。什么？相知将军，我方之所以抗议，是因为感到非常愤怒，愤怒得放在整个过程当中，彻头彻尾都被蒙在鼓里，完全是在被人愚弄。哎，其实这就是个局，一个骗局。之前我们在围捕文编辑的过程中，县警方就发现了这个饭店里有中共潜藏。分析他们的目的，无非就是要刺探和收集各国对满接触的相关情报。于是我和敏章为了避免在排查中被误伤，就向日下大佐提供了这个方案，炮制了这个所谓政治现金交易的谎言，目的就是要吸引中共追踪，诱其现身。若非事先皆有安排，日下大佐怎么可能信手借用何专家的传闻，炮制火烧赌场的假象呢？将危机顶到高潮，从而让中共分子彻底的现形。难道他疯了吗？置所有外敌人士性命于不顾？将军，陈氏兄弟所说的疯啊，符合外界对南京方面的诸多猜测，既有诱惑性，也符合逻辑合理性，所以我就予以了采纳。因为涉及到国际关系，所以我不得不请野间科长给予帮助。其实一开始我是拒绝的，但因我部机要人员陈家颖涉足其中，方才介入。但最终证实，警务局警长窦世霄方为隐藏最深之共党。不止那个有众多敬仰者的情色作家，姚红。各位，在和平饭店排查中共敌对分子的工作中，我县警部门、蓝铁机构精诚合作，以虚拟世界为诱饵，成功地查获了中共在我职权机构的潜伏人员，为满洲之安全安定立下了汗马之功。这次的行动中，整个过程中，我方工作得到了国际友人和拥日人士的大力支持，亦可说明大日本国之满洲政策深受各方之拥戴，而过程中外界因不明真相产生的各类杂音，多为阴谋论者庸人自扰，关东局可不予回应。
为什么没有来参加你们的陈述会呢？陈家颖连日超负荷工作，身心疲惫，确实需要休息。你们不走吗？万一日满坊出尔反而阻拦你们，我们还在，好说话。该不会是掉过头来再算账吧？你们是南京犯的代表，又不是骗子，算什么账？我犯只是在安全方面都为你们上进心而已。负责接应的同志护送出境，之后的去向我们将遵循他的意愿给予安排。谢谢组织冒着巨大的风险跨境营救。是你的自救方案足够机智，我们才有在外围配合的余地。我也应该感谢王大鼎他们敢为你我将生死置之度外。还应该感谢窦世萧。窦世萧，窦世萧，他是爱国人士。如果不是他的自我牺牲，我再聪明，或者和王大鼎配合的再默契，都无法做到最后的颠倒乾坤。我劫持日下部，是控惧无望所采取的下策。一，是为王大鼎和刘金花可以离开饭店，惊扰到犹太人，让他们藏匿钱款。二，也是暗示瑞恩、巴布洛夫那些家伙可以继续掩盖和保护老犹太的秘密。窦世萧同志应该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在抓捕我的时候用密码告诉了我他的意图，我们的密码。深刻吧。我当时就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我的脑中迅速就解开了一个疑惑。之前我就判断出石原是他杀的，只是不清楚动机是什么。如果日下部真的烧死了所有人和他自己，那么谁杀害了石原就变成了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这对凶手来说是一件乐见其成的事，可他却强行给予破坏。你干什么？蠢货！你们这些蠢货！你跟大佐，跟那些家伙，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没有感情可言。救他们的命唯一解释就是出于共产党那种骨子里的当了真的救苦救难的包装。你的组织网络如何分布？本地还有多少同党？你是通过什么途径掌握的狗神秘密？等等等等，罗列的问题有很多。好在后边没有什么事，大家都不急，可以慢慢来。
知道你交代的一干二净。你妈，可算是逮着上辈子欺负了是吧？哥，别他妈叫我哥。对，你不让我叫你哥。窦警长，也不对，你现在是在押犯人。窦师兄，其实我早就意识到你有问题了。都说你暴虐成性，但仔细回想就会发现，在每次需要对未确定身份人士采用警戒手段的场合里，你都相当克制，有时甚至堪称怀柔。为什么？为的是有朝一日回到你那个总在控诉别人暴力的组织后，不至于被人诟病。县警方封锁饭店，抓捕共党，这是突发事件。再加上我和王大鼎的这一对组合，实在是太过奇怪。所以我想，在一段时间里，这对窦世萧同志是造成了判断困扰的。就在这时候，他紧张了。也是在这时候，他的种种行为在我脑中就像电影一样刷刷刷刷就这么过，我就认定他肯定是共产党。我这一想，你说他要跟我绑一块儿，那我不就掉进黄河我也洗不清了吗？王先生，其实我很清楚你是在耍花枪。我给你一个电话号码，播出之后加拨7423，之后你可以亲自证实我的身份。我刚才从头到尾没说一句实话，知道吗？因为我压根儿我就不相信，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哪句话会牵扯到所谓的机密，从而导致我太太里外不是。陈佳英女士是新佑前辈亲自选拔，历时审查9个月。你们可以想象，9个月的审查，异常严苛，面面俱到。我仔细回忆了一下。当他确定我是共产党的时候，应该是在我赶铁机要人员身份曝光时，他趁着败绩想给予我放行。没想到那时瑞恩那帮家伙的小动作让石原对内尔纳之死有了解开的意愿，而我的作用不可或缺。他也没有想到这是政治现金的事情浮出了水面，于是我投入其中。有一个人有这个技术能力，陈佳颖，他可是行为痕迹分析专家。我们他妈已经结案了，日下大所让结案的。王大鼎对我产生了怀疑，失去了原本可以独自离开饭店的机会，这让我破解政治现金的工作就像是在钢丝上行走，举步维艰。我之所以能撑到最后，一是要感谢唐玲的帮助，二也是因为窦世萧同志在整个过程当中不断给他们捣乱，为此他不惜自我抹黑，把自己表演成为一个丧心病狂的报私仇者。咱们做个交易吧，窦警长，如果你拿了王大鼎的人头给我，欠的钱一笔勾销。贼子，给熊老板的人头抵你的债，无耻的混蛋！事情到了这种严重的地步，你还在这混淆视听。我他妈说过多少遍，我他妈不是
共产党，我是被陷害的。都到这份上了，抵赖还有什么用啊？你不是共产党，那谁是？陈女士吗？人家是机要人员，背景审核比你严格100倍，人家一次次被你往共产党上栽，人家不慌，为什么？人家有底气。反倒是你，一会儿又报私仇，一会儿又卖情报，还杀了10元队长。哎呀，你兔子也太凌乱了啊！你原本想捏个软柿子，结果惹了个高手，于是你彻底凌乱了，知道吗？为什么杀10元？是因为他发现你卖情报吗？别逗了，当时陈女士一语中的，10元发现你是共产党，于是被你灭口。我选择低眉顺目，是因为我他妈活明白了，作为男警我没有主动的权利，所以我只能选择。震惊了！都是假的。我在歌舞厅的音箱后面看到了你藏的这个东西，上面写着“秘密还是秘密”。快走！你暴露了饭店里藏的人，等于是告诉美国人他们的秘密。我方并未破解，什么秘密？是陈佳莹并未破解，还是破解了却隐瞒？他知道，你也知道。我不知道，我那都是猜测。你还让他们快走？陈佳莹在外面的部署是忽略掉美国人，全力盯梢苏联人和陈氏兄弟，你才配合他们。他是中共。你们都是卖情报，罪不至死，无需薄命。所以他杀掉10元的动机，只可能是10元发现了他，或者我，或者我们共同的身份，必须灭口。他很清楚，我没有给自己留后路。再次回到和平饭店，已无空惧的可能。一切都如在悬崖边行走。于是他表演得更加焦虑，更狂躁，更令人讨厌，更像心怀不可告人之事。我和陈佳莹一样，都是共产党的卧底，所以有事儿你得听我的。窦警长，你怎么退步了呢？枪他是故意打开的吧？好让我不堪凌辱，一时冲动拔了你的枪，然后我就因为持枪袭警被击毙。谋杀10元的凶手是吗？这个罪名我背定了。我方抢到钱，分不分，怎么分，我方说了算，对吗？这么重要的环节您居然都压在王大鼎身上，您的底气是什么？别他妈给我装糊涂，自己站出来，要不然我烧死你们全部人。从下决心开始，直到找到合适的时机通知我翻盘，他的整个过程才真的是艰苦卓绝。他走的每一步都需要拿捏好分寸，稍轻一点无效，稍重一点就有可能暴露。因此被恶待，被喝骂，被羞辱，甚至来自于他要营救的人的羞辱。而且那么长的时间里，我这个行为痕迹分析专家竟然没有察觉到半点端倪，这需要多么大的意志力和忍耐才
才能够做到这一点。现在，我和王大铁，我们都脱下。还没有交代，我已吩咐队医准备强心针，好继续拷问。动作能不能再快点？整个南铁就七个人懂得狗神密码，他是怎么知道的？这对我来说很重要。明白。把他妻儿带来，有亲人在场，相信效率会好的。日下不济，你他妈疯了吗？邱正，邱正，邱正，你听我说。我求你了，别这么做！我求你了，别求我认识这么多，我求他，求他，求他！还是先走水道，然后穿西山，回黑瞎子岭。走吧。走之前我还得干件事儿。窦师兄。楚汉杰一条命不够，我要杀他全家。这事儿人心所向，又有土匪风范，不得夫人作陪呀。然后啊，孔融就选了一个最小的梨。爸爸问他：“你为什么选一个最小的梨呀？”他就说。我是弟弟，我要把大的留给哥哥。谁呀？师兄吗？王大鼎，你不会忘了？贱内，刘金花，幸会。妈妈，我呢不打算当土匪了，所以要干件大事情，以给我即将结束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圆满的惊叹号。下车。快走快走，注意安全。快快快，快走快走！怎么了这是？里面发生火灾了，进去看一下。快走快走，注意安全啊！来这边这边。
据周围邻居叙述，先后听见两记枪响。外出探看时，房屋已经着火，是从客厅蔓延至楼上。这么快的火势，必定是汽油或其他助燃物导致，所以肯定是人为纵火。消防人员判断也是如此，从火灾现场搬出两具尸体，一名成年女性，一名儿童，两具尸体皆已烧成焦炭，无法辨认容貌及形体，但两具尸体的头部都有土产盒子炮的枪击创伤。结合周围邻居提供线索及消防人员、警务人员初次、二次勘查，现场还原如下：至多两名凶犯趁夜潜入豆宅，将豆妻及其幼子逼下客厅后施以枪杀，然后纵火焚屋。勘查时，我们在豆宅院门外的墙柱上发现摸点标记，标记为黑瞎子岭土匪惯用。黑瞎子岭土匪，是，你是说王大鼎的黑瞎子岭吗？对。报告，进来。大佐阁下，野间客栈，这是快速我站的 B34974电报中级舰，请你查收。野间平二，编码 B34974电报，我要核实一下编码内容。A7DT40MSBC54B， 两名经手人签字，内容也与之前报告的一致。对吗？电报使用的不是专用纸张。什么？我们没有其他电报纸张。岛上有没有外人来过？只有劳军的一机和他们的领班陈恩吾。天！真正做手脚的地方在中继站。中继站，敌人算准我们发现窦营长手里的电报会调包后，势必要向中继站去求证，所以提前派人把中继站的中继舰也进行了调包。所以我们得到的新佑前辈对陈佳颖的讲述全是假的，什么国策会社的观察员通通是假的。难道窦警长调包的电报里的内容才是真的？那窦警长根本不懂狗神密码。内容是真的，纸张是假的，我们因为纸张问题怀疑内容也是被伪造，于是向中继站电话求证，于是我们相信了真正被伪造过的内容。我现在相信这边的电报也不是窦警长调包的。你刚才说黑瞎子岭？是。王大鼎，王大鼎跟陈佳颖在一起。
牙影跟王大鼎呢？住口！呀啦，咪嗦啦，哆啦嗦啦嗦，咪咪嗦啦，哆啦嗦。哎，佩吉娜，我老婆孩子是你们杀的？真是。是共党陈佳颖，还有王大鼎以及他的同伙，他们太过狡诈了，利用政治献金一事引发的这个外交性质的混乱，制造骗局，诬陷于你。我们，我真是不知道，我哪一次没有接近真相？哪一次？我揭露他们是假夫妻，我揭露他是屠夫，一个，我就想这一个，你们的机要人员可以屠夫，他们喝茶欺负，他们相爱了，喝茶欺负这种事儿，不都不信。你信了？为什么呀？他他妈绑架大夫，他他妈都反了！你可是，你还把他们当成是宝贝儿？你跟我说，你他妈是脑袋进屎了吗？我为什么能不找你代见？我为什么？我冲在最前面，我没弓行，可怎么就成罪状了？大佐，你说为什么？好，他是行为分析专家，他是南铁机要人员，可以没问题。你们但凡对我公平一点儿，我就让这个专家早就在我面前现了原形了。为什么不能对我公平一点？我就要他的人头，怎么了？我就要他，我就公报私仇，我怎么了？我就要他人头，我怎么了？大佐，他绑架我老婆孩子。我欠了那么多高利贷，你们他妈对我有个说法吗？有过吗？有过一毛钱说法吗？没有。宪兵队所有的酷刑我受遍了，可是真正的共产党，你们他妈又是派车，又是派司机的给送出去了，结果他妈杀了我全家。马定坚，对于警务局警组窦世雄在与中共敌对组织斗争中所付出的努力，我们应该给予褒奖，对其所做出的牺牲应该给予抚恤。我要求警务局立即恢复其警职，并建议晋升，对其所欠的债务应拨救助款待以偿还。对此尽忠抗俄之事，警务局应有最优之济评，以示王道之公义，提振我警务人员之士气。杜警长，我送你回宿舍吧。来，我扶你。啊！
我知道，脚步慢一点。窦世娇怎么脱身，交给我吧。你们这是干什么？别紧张，我是来还债的。麻袋里的东西呢，是替换你们导演的。只要让他们觉得你俩被害了，你丈夫也就没事了。我丈夫怎么了？他是个英雄。小伙子，一会儿呢，叔叔会对天放两枪啊，听到第一声枪响你就大叫，第二声枪响你就停止，明白吗？明白了，把他堵起来。重新调整了。我隐隐的有种感觉，总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哪儿不对呀？不知道，就是一种感觉。
托，以后出门时候拴好链子。最害怕被盘查的人应该是你吧？我是陈佳颖，这位是我的先生，王博仁。不是你别闹了，行吗，大姐？什么东西比命重要啊？走，这关乎到我们这些人的荣誉还有信仰。人除了利己，还要利他。为求自保，视他人的生命为草芥，那么灾难面前，我们就只是一盘散沙。你真没可能帮我管黑家的粮。你记住我说的那些话，路就不会走偏。我中毒了，次氯酸钠。认得我吗？土匪、人渣、不可信任的混蛋，假扮我的丈夫。不要怨恨别人没有帮你，也不要奢求别人会为了你奋不顾身。我们应该想的、应该做的，是让自己如何变得强大。如果没有认识你，我可能永远没有办法见识到刀尖上起舞的绿林人士。我应该会怀疑，戴着有色眼镜去怀疑。你们有梦想，还有你们的热血。跑，离开这里，彻彻底底的跑，做你想做的事情。我只要求，请你保持一颗利他的心，就像你对我一样，像对我那样，去对待所有愿意拥抱善良的人，散发正面的光辉，感染越来越多的同胞，让他们成长、强大，乃至无敌。走的时候，脚步放慢一点，让我能一步一步的送。你记住，我不是陈佳颖，我是替代那个恶魔的。我叫南梅依。如果你想记住我，就记住这个名字。记住我，对姚红，对唐宁，对黑瞎子岭那些兄弟们的牺牲有多悲痛。你还必须记住，尽管我一次又一次地骗过了日满方，可我从来没有骄傲。哪怕是这一次的颠倒乾坤、大翻盘，我最害怕的就是我们彼此牵挂地说再见。让我把你留在我的视线里。在此别过之后，我依旧是韦警长，黑瞎子岭却不再是以前的绿林。让我们在不同的战场上遥相祝福吧。还有陈佳颖，祝福我们在胜利的那一天在这里重聚，对酒当歌。照顾好我的妻子孩子，直到再见。